Wu Shaoxiang's earliest works were abstract explorations of sexual themes, a taboo topic in 80s China. He lost his teaching position when the authorities felt that he had overstepped boundaries of moral decency. Just as the young couple was feeling lost, an invitation for artistic collaboration arrived from Austria. Together with their three-year-old son, they left China for Austria just days after the 1989 crackdown. In the Renaissance, I lost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I was 11 years old. 然后有一年时间在家里没事，我就开始涂涂画画。后来到13岁的时候，我就下乡了。然后在农村呢，我是最小的一个知青，所以呢，大家一是照顾我，一是我的字写得比他们好，也能画点画，所以我就去搞宣传、出墙报、出版报什么的。然后这就让我有机会逃脱那个非常辛苦的这个田间劳动。 那么这就让我有了机会来从事这个绘画练习，也促使我利用这个机会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一直到以后考大学，这是一个主要的动力之一。我这次参展的两件作品是在1986到87年间创作的。 这是在中国的八五美术运动的高潮之中产生的作品。中国的八五美术运动受到了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当时的很多艺术家都受到超现实主义理念和创作的影响。我当时是这个运动中的雕塑界的一个代表，而我的这些雕塑也是八五运动中产生的最彻底的 超现实主义作品。当时对我影响深刻的艺术家是汉斯阿尔和伊夫唐杰。我感兴趣的是，他们两个人都创造了超凡、美妙、超脱的造型形态。 我80年的作品呢，以木雕为主。当时中国很贫穷，我们艺术家呢能使用的这个造型手段非常少，像雕塑家只能做泥塑和用石膏，但是我呢又很想用硬质材料做成我的雕塑，所以我只能选择木雕。当时木材很难找到，因为它是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 市场上没有买，我当时呢正好是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我就在学校的建筑工地里面找各种绘料，先找的材料，然后根据材料的大小、形状，我做出我的构思，然后画成草图，然后再亲手打成各种雕塑的部件，最后把这些部件 拼装在一起组装，成我的雕塑，然后着色完成。当时用我这种手段成型做雕塑，在中国是很前卫的。我是第一个用这种构成手段来完成我的雕塑的雕塑家。我的雕塑的色彩主要是受影响于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色彩元素。